你有没有听到稀稀疏疏的声音？是吴建龙正在阿鲁巴，干，不要穿鞋带啊！没有，我把赶快阿完了。怎么当头那样子？这也要跟？哦，这个。你要展现你的？不是啊，你要一口气。跨起来，然后飞过去啊！啊，那如果没有过去，如果失败，你的菊花就完蛋了。哎，重心我倾斜，重心倾斜。太水了耶！我用拍个好啊。前面那两根都是重心。